收完件回来了，然后到爸爸妈妈家里来蹭晚饭。今天来蹭个晚饭。哎，到了吗？到了。好。估计我妈以为是我爸来了，牛牛在前面。哎，来了！来了！来了！我以为还早嘞。哎，我们在罗海来那里试剑，试完剑嘛回来做。早点来了。嗯，右桌是什么？莲子烧鸡。哦，莲子烧鸡，放着先放着，晚上吃了再说。吃了再说。啊，拖鞋，你给这拿拖鞋，牛牛。拖鞋吗？我不穿了，我不穿了。哎呀，我酒还没醒，酒还没醒，我要躺一会儿。哎呦，我要躺一会儿，酒还没醒。哎呀，哎呀，要命了，真的是头疼。冻干菜。好了，在家里开始吃饭了。来，我们碰一碰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，来，好。对，哇，然后我们回泰国，我回泰国以后，爸爸妈妈他们就要开始又要去全国旅游了，又要去玩了。第一站是到哪里啊？开始到庐山。庐山啊，第一站他是到庐山，然后他们从庐山，然后玩好还要去北海，北海玩好，然后来泰国过年。过完年他们又要到北海，哇，就又要放飞了，是这样。行了，那我们吃饭了啊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菜。这个冬菜，这里的冬瓜菜肉丝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茭白啊，茭白，哎，油焖茭白，油焖的。这个是酱鸭，酱鸭，这里的酱鸭，油豆腐烧肉，油豆腐烧肉。哦，有妈妈的拿手戏啊，这是我做的啊。那对你做的，下面辣椒菜是啊，牛柳，牛柳，尖椒牛柳，尖椒牛柳。这个是舟山的醉蟹啊，舟山的醉蟹，它是海里的那一种。这个是宁波的枪蟹，在宁波的枪蟹。然后这是圆笋蒸那个咸肉，对，蒸咸肉。这是栗子烧鸡。烧鸡，那栗子我可以用完。栗子啊，烧鸡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那个哦，这是海蜇。海蜇，螃蟹，这个海蜇螃蟹，螃蟹给它翻过来吧。对，好，我自己分，自己分就好，自己分一个。哦，你们先拿过去，这个方便。牛牛，那好，好的，谢谢。我们吃螃蟹了，行了，那就这样，我们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我们要回泰国了。早上9点多的飞机，现在是6点多就要去机场。现在杭州直飞清迈的飞机没有，真的很麻烦。我们12年刚去泰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也是没有直飞的，挺麻烦，每次都要昆明啊哪里转机。哎，慢慢的后来就有了亚航，就有了那个直飞的航班，所以。后来就方便了，现在疫情一过又没了，现在又得到广州去转机，转了以后再到清迈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出发。对，把这个座椅放起来就 OK 了。对，你看这个是还能放很多东西。对，这里还能放一些。你那个先拿掉了，我放这个。好，对。我来放那一件。好，我爸带我去机场了，送我去机场。那好像是这两个里面有一个。啊，那个就是后座的，后座的那个后座的安全带没系。是啊，护照不在你小包里啊。哦，那我小包在你这里，你看一眼。嗯，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出发。哎，就这一个不是啊，这是后座的安全带。哦，这个没事。小易，小易。早上好。到萧山机场 T4航站楼。选择第几个呢？第一个。啊，应该到出发啊。第二个，嗯，啊，我手点一下好了，嗯，出发嘛啊，对对，出发。好，我们出发。好了，到萧山机场了，行李拿一下，嗯。
好了，那我们准备走。妞妞跟爷爷奶奶再见，干嘛？好吧。这个包子呢？哦，包子，好好好，我来拿着。包子，那个你去给妞妞带着。那我们就等着过年见了。妞妞啊，过年见啊。过年见了，你该回去慢一点。好。好，那我们走了。过年来啊！嗯，好。我们稍微提早一点来好了，哈。哎，你们早两天，不要到春运啊什么那种，到时候就麻烦。提前一点，提前一点。我们待一个月。好，可以，随便你，想待多久待多久。好了，拜拜。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啊，进来了。这一个岛台全都是南方航空的啊。啊。哦，旅游团。小红帽旅游团，现在登机牌都是自助领，领完以后那边再去自助托运。漂亮，登机牌扫了一下，扫不出来，然后我们到人工柜台去办。我在想，这个机器啦的设计的一点都不合理，护照都扫不出来。结果好了，到了登机牌的人工换理，他说你们是明天的飞机啊，他说是。我们好了，日子也算错啊，那就回去吧。然后又把我爸叫过来了，然后我爸再开回来，然后我们啊又可以回去，又可以在家里多吃一天，是吧？多待一天。啊，跟我爸打了个电话，他前面哪个地方能掉头，他再掉头回来。一下子走不了，还心里还一阵开心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明天啊，我觉得蛮高兴的一个事情。人家是飞机这个时间不对，哎，很生气。我们一家都蛮高兴的。啊，不是的。啊，在等我爸开回来。现在，人家是坐飞机延误了，我们是早到24小时。来了。把你那个拿掉。好了，一班在的又来接机了。你们回来了。哎呀，真的是要笑死。哎呀，回来了。啊。我们要下了高速才能再上来。对。好嘞，又上车了。哎呀，回去。又回来。哎呀，又回来了。哎呦，我的个天哪！哎呦，下山变化真大呀。好，又回来了。回来嘛，再来一起吃个早饭，又要吃这个新风小吃。啊，不拿了吧，拿着那也行，拿着吧，走。好，又来吃馄饨了。你去坐吧，我来端。啊，这么多你端得下吗？对，那我去拿个托盘。葱油拌面好像也蛮好吃的样子。早生意就好了，我们到中午来生意就没人了，都是我们。牛肉粉丝那里也好了。这个馄饨我最喜欢看了，小时候我就蹲在那里看他们吃馄饨。来，对，馄饨我端过去。我来拿。哎，我来好了，没事。好了，行李箱又拎出来了，像个空姐一样，走到哪里都拎了个箱子。哎呀，把我爸妈也送回去了，我们又回来了。啊，我来补一觉，我困死了。哈，睡了个午觉，一觉又睡到12点，这一觉睡的是真是补。啊，睡完了，我们现在又去接我爸妈，我们到安昌古镇去玩玩。牛牛说这次来安昌古镇都没去，那我们这次要去再去下午坐坐。哎，我开关在哪里？接上我爸妈。哎，我妈忽然提议说是我们要么到塘溪去。塘溪我从来没拍过啊，塘溪可以去。塘溪古镇跟那个到安昌去差不多，也是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样子。一个小时零一点零一分，他写是一小时零一分。对啊，我们开过去啊，玩玩。这次回来终于进一次杭州的主城区了，真的是，是吧？这样过来算是要进杭州主城区了去，还没过来，现在还在滨江这边呢啊。在滨江。应该是要过的吧？要过钱塘江的啊。刚好过了钱塘江，就是这、
正宗的那个杭州市里呀、啊。啊，可以。高架上。嗯。过钱塘江了，哎，这边都是钱塘江了。哎呦，到了。我让他们在那边先下了，我这边停车都没法停，这么大个停车场停满，生意好成这个样子啊。西我一点印象都没有，名字我是知道啊，但唐西，但说我们以前来过，但我真的没印象。唐西古镇，炭火烤肉，哎呦，到处都是吃的嘛。啊，我们进去看看，进去看看这里有啥，有啥地方，弄个中饭吃吃。好、哦，这里是卖什么？哦，卖莲子的，卖莲子莲藕，哦，不是莲藕莲子。唐西我就知道蒲叫什么琵琶应该好，哦，这个是卖菱角，菱角对，老菱是红的，老菱啊，啊，这个就是古镇，这古镇已经开发了嘛，都是现在网红饭店嘛，这个不是在那边了啊，不是这个是吧？不是这个，这个是后来弄的啊，这样。对，这边我觉得都已经开发的很现代了，都现代故事。嗯，好。那这个就是那个老头儿油爆虾，杭州很出名的一家老饭店，现在也开成连锁了。开成连锁我觉得就意义不大了，是吧？但是人家要赚钱嘛，是吧？那开连锁最赚钱，以前就是说路边小饭店，一下子就变成这个了。唐西，我感觉我没来过，丹说我来过，我感觉我没来过，好像。那你瞧，你看到就知道了，没来过。对，去看，唐西的西塘了什么，我搞不灵清了，其实。西塘在嘉兴。嗯，西塘我去过，我有印象的。星巴克。喏、哦。哎，怎么啦？怎么啦？我们上厕所。啊，上洗手间，好。啊，那我们先走。厕所在哪里啊？我们先上。嗯。百年老店，王元兴。哦，就是这座桥，但这座桥我不认识啊，我没来过啊。七孔桥，七孔桥我们这边蛮多的嘛，不是？对啊，一个七孔桥，下面这几个墩子。哦，还算是世界遗产嘞，那还真还不错、啊。这个是谁啦？陈守清，宁波宁县人，行商，生卒年不详。石广济桥久矣。清，哎呀，字都不认识。这个字读什么？交通不济，人以舟楫，虽有逆必者众。守清怜悯，这个字我也不认识。为什么此桥？反正应该是为捐造这座桥吧。其断溪割隘，游走京师，水前资广聚，今即广济长桥西，明弘治十一年（1498年），宁人，就宁县人嘛，宁波的啊。陈守清墓建，世人感念，誉之为广济桥之父啊。那就是这个人是个宁波人，行商到这个地方来，然后看到这个地方没有桥嘛，就是这条其实是京杭运河啦。这条其实就是京杭运河，然后就看到这是上面的人，是吧？行走也不方便，过去也不方便，然后有船翻掉嘛，还有人经常有人淹死，所以他去募集的资金造了这座桥，应该就是这么个意思吧？大概应该就是这么个意思啊。这种，说句实话，就是我不喜欢的景点。以前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江南的水乡，一个小镇的一种感觉。就是商业开发过度，就是这样。我觉得就是这样。那这个跟那个安昌你没法比。就从我的内心来说啊，我是不喜欢的，就太商业了。就全部都是商业，什么肯德基啊、星巴克啊，他妈全都在这个地方。但是你说当地政府嘛，肯定是希望能把经济搞起来，把它做成一个全国知名的大景点，大家来玩。反正作为我的话，反正我不太适合这种地方，我觉得不是很喜欢，但是我们反正找个东西吃吃吧，找个地方吃吃吧，去吃吃饭，反正来也来了嘛，过会再逛逛啊。我告诉大家你怎么来辨别，但凡这种店一旦出现，
什么天动龙域，就这种明显的人造网红打卡点，让你到里面说是免费参观，但是我也从来没进去过。在杭州的那个也是，杭州的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街啊，啊也是一样，反正你进去都是这种，进去以后嘛，里面这个东西让你消费一下，那个东西让你消费，肯定就这种，但凡出现了，你这个景点就毁了。这真的，这一个好好的一个古镇，一个这样子的一个，哎，就反正蛮有意境的东西，被这种东西一来就完全毁掉了，就可惜，很可惜。来看看这是什么。哟，四个口味，这个可以哦。这都给你。啊，都给你。都告诉我。我走了，我连过桥去看一看的兴趣都没有。就不是说对这个唐西感觉它不好，唐西我觉得挺好，它这种古色古香的这种建筑也挺好。就但是我说了很多次，就我喜欢的是哪一种？我喜欢的是那一种它原汁原味的那一些地方，你有那种意境在里面的地方。这个地方我一来我就觉得就是开发过度，好是真的是很好，包括它的这种建筑的保留啊什么都很好，真的都开发过度。然后在这里做生意全是外地人，你去看吧，都是外地人，这个开一家店就以赚钱为主。当然它门票什么都不用啊，我说这是饭店嘛，既然要开这个饭店嘛，其实想赚钱，开这个店嘛想赚钱，它不是一种生活的状态，就借了它的一个壳，然后就给它做成一个商业的一个模式。哎，所以珍惜啊，大家对于安昌古镇这类的古镇要珍惜，真的越来越少了，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。还好我们杭州周边古镇和古镇之间也不远，古镇又多，是吧？我们又从那个唐西我开到安昌来了，也开了一个小时到安昌来了。哎，安昌镇啊，这个古镇，这古镇我是印象最好的，就周边其实也去了很多的古镇了。哎，哦，我也要吃啊，哪里有？我闻到了已经。哦，臭豆腐，这里是臭豆腐。臭豆腐能干嘛？10块一份。啊，10块一份啊，来了，有吃的都要有的了。有吃的都帮我弄着。哦，多少？啊、有吃的没有？你没吃过啊？一份就够了，一份就够了。这个没，哎，几个笼子？几个笼子？2000。有吃的没有弄个？那这多少？好，一共多少？14。十四啊，好。这里我喜欢，就是喜欢在它都是当地人。就像我刚才在说，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活着的古镇，别的都是借了个壳在那个地方做成了一条商业街，其实就是这么个意思。所以这边你是用当地的方言啊，什么都是能交流的。你现在有很多的古镇，你跟他不讲普通话，你交流不了。你当地人已经没了，当地人已经被政府请出去了，这个地方已经被开发成一个旅游的商业街了，就变成是那么个感觉了。所以我比较喜欢安昌，就是这一点，就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听到乡音，有很多人他本身就是在这里生活的，就是在这个安昌古镇里生活的。臭豆腐好吃。好吃啊，有吃的有，我们那年是不觉得？一样啊。我们这个叫油墩头，油墩子，用普通话说就叫油墩子。我这要是完了，你吃一个。好，谢谢。你帮我插一个出来，你给我插一个放在这个上面好了。要不要辣椒酱？辣椒一点点。一点点。一点点。好，给选多一点。好，就这个。好。好，谢谢。高兴掉。啊。但很烫的，很烫。还好。嗯。那个辣酱也好吃。嗯。好。鲜辣椒酱。这里能坐船啊。哇，这里能坐船的。娘娘，我给你。乌篷船前不下下不怕下雨的。去年我来过。去年我们。我们每次回来我都来到这里。对吧，基本上每次回来我都来的，也来过。对，这个就感觉就有意境，对吧？河边走走，河边走走多舒服啊。那我喜欢那个西塘也是镇阳的。那个唐诗还是西塘？西塘就嘉兴那边还有一个是吧？哎，对，就是镇阳，但是没这么热闹啊。
嗯，比这个大，那个是好的。对，西塘古镇啊，西塘古镇蛮好的，嗯，西塘古镇可以。西塘也是在这河边上，弯来弯去，弯来弯去。对，就是个厚。对。我们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就那个民宿啊，我们住过一次的西塘嘉兴旁边那个，那个我也喜欢的，嗯，是吧？对。乌篷船也来了，你看对面还有个织物打面嘞，飞鱼传承呢。啊，这里都在等着划船，今天他们人也多的这里啊。嗯，今天人也不少。哎，多的。对。从那边。对。城隍庙。城隍庙对面就是个戏台，我妈要吃鹌鹑，好吃，酱鹌鹑这里，嗯，这里那这里都有的，都有做，对，20块钱六只的，嗯，对，上车一锅，同样都是古镇古街道。高音喇叭那么喊起来就没劲，然后那种很劲爆的音乐放起来就没意思，对吧？你说对吧？我就觉得他是有他的，哎，你那在这里，在吃什么？辣白糖。哦，云片糕，云片糕。云片糕好吃啊。你要吃什么味道的？它有什么味道的？嗯。有什么味道的？给我吃一点。还有芝麻的、原味的、桂花的，你要吃什么？桂花好吃了，肯定是。你要桂花的吧？桂花的。桂花的好吃了。原味的要不也来一份？你买我桂花比原味好吃。你买我付。有没有搞？你给谁呀？你人还找不到，随便找个人就给呀。软一点，一般超市里面都是干的。嗯，哎，超市里的干，这个就比较软啊。对，还有老婆大人。好，这个帮我扔扔，好吧，谢谢。哎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这塑料纸。好，谢谢啊，我往前走了。啊。百草礼糕糖，你这个云片糕给我吃一点看。啊，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吃吧。找个地方坐下来吃。嗯。他说你到那个茶店有的是。变脆了。对。我刚刚小时候吃的都是脆的，因为没有吃过他刚刚做好的那种。对，这倒对，走着有走着的味道，是吧？小时光个上街下街就是街的，是啊。这个小个是光的。那还得上街下街啊，下街就是街。上街里的很。嗯。也都是从小时候从青石板路走走去上课，那个时候去上学，弄堂里穿进穿出去找同学。这个你没吃过是吧？来三个吧。哎，这个竹子的和编的这个一样的是吧？哎，一是一样的，它也是这个竹香味，这个草香味。啊，也是这样的。就是一样的，它是这样的。好。要不来个竹的哈，两个草的，好吧？好，可以。哎，这两个这样中间哈。好，可以。大的哈，好。开一个来，让他打卡来。一共多少钱？十块钱。十块钱。啊，十块钱。哦，爷爷付，爷爷付钱。好嘞，走过，我跟你贵宾付完。好，走，继续往前走。你们走，要不要吃？哦，木工了，这个就做音高了。你用啥个刀了？做音高啊，这个。你用啥？你别做是吧？你要蒸了龙。哎，要蒸龙你不会做，对，嗯。那香膏要不要？不要。香膏不要，再往前走。哦，馄饨，正宗本地口味师爷馄饨。清朝馄饨，哇，都这种名字。哎呦，这里还有这么个理发店呢！理发店。哎，我有时间，我有功夫，我来头发剪过啊。以前都是只要有条河，然后就有两岸，就开始两岸都开始慢慢繁华起来。所以那个时候主要还是要靠河流了啊。小桥流水人家，哎，说的就是这种，是吧？哎，还有个乌篷船过去。安昌了，他其实最拿手的就是他的酱货了。他因为这边有个酱油的酱园，所以他这边的酱货就我们这里很多种酱猪耳朵啊、酱香肠啊，
哎，酱什么东西都是酱的，酱肉啊，这酱鸭呀，酱鹌鹑啊，它酱出来的东西特别好。哎，好像是老板娘，炒菜炒个啊，炒的，好，好，弄几个菜吧。我们这里坐会啊，这里吃个饭。好，就那个小方坐好了啊。哦，也要这几个。哎，这个我也要。好。那这个。对。蒜苔炒腊肉。啊。蒜苔炒腊肉。腊肉。对，看看。嗯，茄子来一个。哎，这样包茄子，你先洗啊。就茄子，光茄子好了。光茄子好了。这个上次饼牛板豆板炒牛板，上次有没有饼忘了，那我哪还记得清，豆板来一个了，豆板还是毛豆，我在想毛豆吧，毛豆吧，毛豆好吃，毛豆好吃，鱼不想吃，鱼不想吃，你们要不要吃鱼啦？不要吃鱼。哎，当下那个啥带鱼怎么杀？带鱼要么红烧来一个，红烧带鱼我要吃。哎，带鱼来一个吧。这个是什么？哎，热心烧肉。嗯。红烧干鸭。哎，红烧带鱼来一个，热心烧肉，这是什么？干菜肉来一个嘛，好了，差不多的吧。嗯，再弄个好些。汤弄个样吧。再弄个好个汤。四锅汤、三鲜汤。四锅汤好的，哈哈。四锅汤，好。刚刚就给你做的啊。放桌好，放桌舒服。你坐哪一边？就这边好了。我没不存在，都 OK， 怎么做都 OK。妞妞，你喜欢什么？来，妞妞帮我开一下，我要吃一片这个。我包放到你这里啊。嗯哼，放着好了。有没有？哎，个塑料袋吹走了。哎呀，好。好，这个你有没有吃过云片糕？这个我没吃过，从来没吃过啊。桂花味的。桂花味的，很好吃的。小时候这个还比较硬，它这个是现做的比较软，我们一般如果是商场里的时候买的话就比较硬，桂花味很浓。那个叫啥方糕啊、哦、方糕感觉是干燥的方糕那个方糕也对也对、哎、后面还有酒酿馒头嘛，我们到底今天有游客多，今天周六了，周六，而且今天阴雨绵绵的，在这小镇那边。我们点了呀，干菜肉。哦。烧了干菜肉。这个叫什么？热心烧牛啊。热心烧牛。牛有一点。有一点肉。这个笋是什么笋？热心肉。热。普通话怎么说？热也叫热笋。也叫热笋。哎，热笋就是什么热笋？好，这个好。哦，这个好。你有哪里啊，亲？这也是这里的，我那里有哪里？啊、嗯，我要吃，我会。你要吃，你叫啊？要不要？你要不要吃？你要不要吃？你要不要？我要不要吃？老李可以看到。但是，酱肉肯定是这里的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菱角，然后这个它是四角菱的，嗯，对吧？有四个角，很多的它是缺两个角的，是这样的两角老菱，这个是四角老菱。唐家湖那边，嗯，都是两角，都是两角的，嗯，到这边就是四角了，四角，嗯，又来菜了，石头还在慢慢，我给你洗，这是什么？啊、哦，茄子，哦，干菜肉，嗯，绍兴干菜肉，老林的，老林的，肉个叫什么？老林多出来，毛条，哎，吃毛条，嗯。然后我们的带鱼，我印象里带鱼就都是这个样子，哎，都是湿湿，对吧？没有那种很大很大的那种，红烧的，没有很大很大的那种带鱼。怎么，毛豆很好吃啊？嗯，毛豆。丝瓜干菜。啊，这个带鱼我是超爱吃的。丝瓜干菜挺好。嗯，就这个味道。我第一次晓得丝瓜的干菜烧。这个是正宗的，这里农村里的烧汤。就是干菜，嗯，干菜丝瓜汤，对，干菜丝瓜汤，特别是夏天啊，对，霜降的时候，这么一碗干菜汤，干活都干得有力道，哎，对呀，放几只虾，我下乡的时候，那个时候，农民家里面就是这样，
到了半晌里面就开始送点心来了，就是这种干菜汤啊。哎呀，那一碗喝进去了，又解暑，又解乏，哎，又解乏。那下午干活都多干点，挣工分是吧？所以现在，那你弄个黄酒喝喝嘛？哎，你弄个黄酒喝喝好了。对呀、啊，弄一把，叫他弄一把。啊，来一下，要开会去了。我来开好了。哎呦，要开嘛？我这只开到你家楼下井盖。嗯，那么你可以给我来点些，我来点黄酒，黄酒，那我高兴了。这个，爷爷看到酒酿馒头了，他一定要去买酒酿馒头去了。从那边的座桥过去，哦，上面还有一个喜字嘞，这个五凤船，哦，这里又来个五凤船，哦，他们现在都贴个喜字，嗯，来，爷爷去了，进去了，进去买酒酿馒头去了。热了一壶酒，热了半斤老酒给老爸喝，他反正不开车。正宗的他是有个锡做的壶，现在都是简单了啊，用这不锈钢做壶。爷爷出来了啊，爷爷出来了，没出来了啊，里面估计还要排队了。哦，来了，哦，来了，哈哈哈哈。哎，你在哪里？来到了啊。有三朵花。好，来了。你说吧。枣泥，这是什么红糖？枣泥啊，这个枣泥的不打开，一种桂花。等一下吧，那酒给你倒上。哦，好，这个谢谢正宗的绍兴老酒，来热一热啊。这个大概是桂花的，大概是吧。这个是枣泥的，还有呢，就三种嘛，三种嘛，一样三个啊。这是哦，一样三个。这个应该是桂花，你闻一闻就能知道了吧？有桂花味吗？桂花的，那上边有桂花。啊，有桂花是吧？它撒上那个桂花，对，这个可以包干菜肉吃。那这是酒酿的，光是酒酿的。嗯，我光是酒酿的。这个光酒酿的，桂花等会吃，爷爷反正买那么多。桂花给我一个吧，我来吃一个。买的人很多的，那里面。很多啊。嗯。你没吃酒酿馒头。我还没在那里。嗯，很香，一股桂花味。我一付钱，他是那个了，扫他的嘛。嗯。结果呢？我还没开始扫，那个小旁边的小姑娘去先扫了。嗯，24元，她付掉了给我。这么怎么办呢？你买了几个了？那个我不知道，我就是一样三个。嗯，他说里面那个人说24元，我说哦，我就开始弄。他底下有个那个，嗯，那个小姑娘一扫24元，她付掉了。付掉了。这不，他说那怎么办？我是买一个的呀。哎，买一个。就你真好，买4个。哥们，我说我付给你24啊，嗯，他说不对啊，嗯，你给付给我20，嗯，你再付给他们4块啊，他要这么算，哎呦呦，这讨厌死了，就是说了，这么我又开始付给他20，嗯，然后再付给店里面再付4块，哦，4块钱一个，他付了24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。就绍兴这一带特别多，嗯，我们萧山岭原来50年代的时候都是这样的，也是用不锈钢的。它不是最早不是西湖嘛？哎，西湖是干什么？西湖是陈酒的。对啊，这个是烫酒的。哦，这个是专门拿来烫酒的。它是一个锅子，里面都是开水，上面一个盖儿，一个沿儿，一个沿儿，一个沿儿，底下水是很热的。这个就放在那个锅盖的那个沿里面，刚好这么着，就一个一个卡过去，卡好几个，一个一个卡都卡满了。那个人要半斤，要一斤，盛满了是一斤。嗯，哥们就好拿出来，就直接就换给他们。这里面就是老酒，绍兴这一带啊，都是这么个吃法。你这个我也是没见过，你也不认识，这我也是第一次见。哎，你也是第一次见。我只看到那个西湖，只看到。哎，对的。这个就是正宗的，这边过去喝老酒都是要这样。农村的为什么要用啊？你一定要给我烫一烫酒，我要喝热的烫酒。所以还能打鸡蛋进去。哎，对对对，打点鸡蛋进去，各种各样的。放点糖是吧？都有。所以这个酒是有那个味儿。虽然酒量不好，也那个架子要拿出来了。对，派头要有的。那么多老李呢？派头要有。不是我吃的呢，我想想，我吃的很多，怎么盘子里才这么点点客？而且这里的老酒，你确实是有好差，要差的很多。对，这个酒是应该是不错的。嗯，这价格我就不知道了啊。反正都几年陈，几年陈啊，就是这样子。他说是5年陈，实际上多少我不知道。对，但是我喝的味道还是可以。嗯，绍兴你基本上就没有
不好喝的黄酒基本都 OK。 卖到外地去就不知道了，但在上海上新本地你要喝的话，黄酒应该都是不错的。哎呀，他骗不了人的，对，骗不了人的，当地人都懂。这里绍兴人的你这个酒到了他嘴边他就知道，你这个什么哪个牌子都不知道。对，古月龙山还是、哎、什么都知道。古月龙山了、桂记山了，对，都知道。塔牌了，都是各种。知道就知道了啊。他一喝他就知道，尤其是哪种人啊？就是干活的这种人啊，当小工啊，搬运工、啊。最懂了是。这种人一休息了，就这种地方翘着个腿，八仙桌一弄，两张古巴凳一坐，啊，就是喝。喝完了，一杯茶，完了就是。海天海地的就是说，对对对、还有这种谣传的这种啊，他们也懂啊。哦哟，他们这种就是干一天活的上来，按上来就喝个半斤一斤的酒。对对对，好，吃完了。雨下大了，雨下大了，他们这些船哦都在那里逃了，啊，真的在逃了。乌篷船的那个朋友把他拉起来才对了嘛，乌篷船的客人也没了，逃光了都。哦，全是扎染的，这个好像在清迈的那个叫什么？泰国的那个难府也都是扎染的，很多很多。干菜、梅干菜、笋干菜、蛋干菜，干菜就有这么多种。我不买，我是说我在泰国到时候被他们抓住。猪肉对吧？应该嘛是，一了一了多少个？八个。八个啊？每种米到两个是啊？好，可以。你要什么？这个这个红米的。这个枣泥。枣泥。这个呢？这个南瓜。南瓜，这个你。这个芝麻。芝麻。这个德善。德善。多少钞票？你要什么？我要豆沙。豆沙。和芝麻。芝麻。啊，那么就豆沙和芝麻各四个好的啊。哎，给一把二十四个，你下到时候下恭喜发财啊！发财了，你发财的，发财的，发财的，给了哈，好，啊，格里就是你的走，格里，啊，格里就是你的走，嘿嘿，很有名的，他上过都是那个的，上过电视的，哎，电视的，好，我看到过他，对个，而且是重点是。绍兴黄酒一坛一坛的这种，哦，好好好，到前面就好了，前面又个狼了，前面又有狼了，那你看你看我奔上了，那俺这一大长老好的，哦，两只狗，我懂了我懂了，那前头倒有狼一的把它干的，哎，牛牛就跟了俺妈，你这个地方老底子可能就是干的，就是干的了。对，你都看看他们。那变不变？我丢了个都大的。对啊，变不变？就是这样。黄色的。过夜应该也有的吧？这有些原路来的嘛，这里这边。哎，应该有，那旁边肯定有很多。那儿子妈是吧？前面儿子妈，哎，那里一个儿子妈，是不是？你个老头就这么在前面。一个老头就在前面走。我叫你老同志。老同志。老同志，我根本就搞农民，很倔啊。我说你原来不是这样，你原来不是这样。我说我现在呢，是表达能力不好，你还是你理解能力不好，弄不灵清了。啊，雨又停了。那偷得浮生半日闲结束，这半天真的是偷来的。啊，本来现在都已经应该回到清迈了，已经真的是偷了半日出来啊，回家去了，饭也吃饱了，回去又要去躺着了，这是一贯以来的优良传统，吃饱喝饱就去躺着。